包，你可不能耍赖。算了，妈，这些都是我新进的零食，你自己挑吧。不行，老板娘，这些零食我全都吃过，你得给我换新的。不然以后我的姑娘可都不来你的小卖部了。别，阿姨，这样吧，我都买的汪汪大礼包，我自己都还没舍得吃呢，要不我分你两包？天啊，老板娘，赶紧拆开看看，这这么可爱的零食。对呀、啊，这可是汪汪大礼包，里面可是啥都有啊。你看，有旺仔卡住脆，还有脆米片、回味蚕豆，还有 QQ 香心软糖和芝麻拌面。哇，这么多！那我先拿一包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呢。老板娘，这么多你也吃不完，我先拿一包吃着。哎呦，二妮，想吃的话家里可以囤一个这样的大礼包啊，这不马上新年了吗？走吧，今年串个门，拿上一包旺旺是不是也很有面啊？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更应该多囤一点，可以作为亲子游戏的奖惩小零食啊。各种各样的零食不重样，小朋友吃的也比较有新鲜感。老板娘，这太好吃了，不过应该分我两包。来吧，二妮，咱们一起喊，你旺我旺，咱们大家一起旺，你旺我旺，咱们都旺。我先走了，老板娘，等我的旺旺大礼包到，我再来喊你呀。哎，二妮，说好的就分你的两包，哎，又分了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一包辣丝。好，拿，接住。老板娘，辣死我了，赶紧给我拿个冰袋鞋底解解辣。拿，给。房屋到期，谁接到可以免费吃一包麻辣片喽！老板娘，我第一个到的，赶紧给我拿麻辣片。那在这儿自己拿吧。啊，不是大麻辣片吗？怎么那么小啊？那你不要不放吧。哎呦，行吧行吧，我就这样吃吧。哎，老板娘太累了，赶紧给我拿冰袋。冰袋五毛，先给钱。哎呦，老板娘，你先给我喝着，等一下我回家给你拿钱。那不行，那这样吧，二妮，你出去再跑一次，如果还是第一个先到，免费给你喝一包冰袋。那行，老板娘。哼，还想免费喝我的冰袋，小的美。好了，尝尝吧。二妮，你在我那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怎么不拿走啊？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没给你们分在隔壁。没路边啊，我这都吃完了，我也没感觉到酸。那说好的不酸不给钱，我先走了。哼，哎，这么多还不酸吗？老板娘，不知道咋回事，最近总想吃甜的，你给我拿一个钱上加钱的零食。钱上加钱？有，我现在给你做，你先带我玩会麻将。哇，老板娘，你这麻将还挺好玩，我能不能加入咱们一起玩呀？命运多深，每天冷散在隔壁，你真不小心，我已不同那我先走了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一包辣丝。好，拿，接住。老板娘，辣死我了，赶紧给我拿个冰袋鞋底解解辣。拿，给，进来自己拿吧。零食便宜喽，谁第一个到可以免费吃一包辣条喽。老板娘，是我先到的，赶紧给我拿个烤多肉。不对吧，二妮，你们两个同时到的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这包辣条给
谁。那行，来。哎呀，别跑那么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见者有份，你得给我2.5万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这样吧，你，我今天新弄了一个大转盘，你正好有2.5万，我让你赚2万，怎么样？那行，我先来1把。中！哎，刘老板，我中了50。啥？50？我今天还没挣到50呢。那不行，你得说话算话，我再来2把。中！再中50，再中50。哎，老板娘，我又中了一个大螃蟹。啊，那大螃蟹刚卖完。那走吧，我带你去大海里面捕。哎，那行。哎呀，老板娘，这怎么是个海鱼啊，也不是螃蟹啊，不行，你得补我钱。哎呀，我忘了，现在不是补螃蟹的季节。老板娘，你看我这几个月都没人的时候，牙也住了，说不了话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这有没有解牙单呀？解牙单没有啊？没有没有，真的。哎，你回来，我给你做一个吧。还没暖，在心里已经凉去。风中相识，无泪想发快乐故事。无用计较，白日上身。好了，给你吧。每一天，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。还真解开了，太好了，老娘。哎，你那个解牙水钱还没给我呢，我的牙是因为你的麦芽糖才给你的，这给什么钱？我对了，我的麦芽糖还没拿走呢。哎，你不给钱就算了，你把我的杯子给我留下。房租到期，谁先到可以免费吃一包麻辣片喽。老板娘，我第一个到的，赶紧给我拿麻辣片。那在这儿自己拿吧。啊，不是大麻辣片吗？怎么那么小啊？那你不要。哎呦，行吧行吧，我就这样吃了。不好，咱们去捉泥鳅。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。大哥哥。哎呦，老板娘太累了，赶紧拿布袋。别带5毛，先给钱。哎呦，老板娘，你先给我喝着，等一下我回来给你拿钱。那不行，那这样吧，阿姨，你出去再跑一次，如果还是第一个先到，免费给你喝一包冰袋。那行，老板娘。还想免费喝我的冰奶，想得美！